我们鱼塘里面的鱼已经都跳出来了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鱼仔。这个就是下面那个光面的，这位顾客他订了一个是40克的，40多一点点。回不回老债？啊？不回啊？那你跟爷爷在这里住好不好？我们去一天就回来啊。下大雨啊，在县城都没下大雨。我们老家下大雨，到处都有塌方。这个雾蒙蒙的。这是一条路吗？怎么像一条河呢？还能过吗？塌那么大一块。在县里面住一个晚上，回家的路都没了。就两个晚上好不好？对。下来，不是睡啊？对。啊？喂，你看，你在晚上干嘛？能空吗？因为昨天下了大雨，可以说是暴雨。我们鱼塘里面的鱼已经都跳出来了，跳到别人田里面去了呢。这么大两条肥肥的，跳，那这条还是活的。这草鱼都死了。啊。小草鱼刚今年放的。草鱼死了。全部跳出来了是吧？这两条还是活的，拿回家吃的吧。对啊，我们回家找，要不然这死了都没人知道。你看我鱼都跳出鱼塘死了，你看这啊。它从鱼塘那么高的地方跳到下面去。还小鱼死。嗯，小草，小草为什么躲在那里呀？下大雨呀，昨晚。这两个还活着。走，去捡鱼。河的那一边有很多人在等鱼，老板在那里晒。我刚刚只捡了几条大的，还有很多小小的鱼，在下面的田里面，现在拿桶来捡。我怀疑有一些人流到河里面去了，因为昨天水是漫过我们的田的，哪边去捡的？好多小鱼下来啊！鱼呀、啊，这里全部小鲤鱼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海鲜是活的吧？嗯。还活的捡回去养啊？为什么不捡呢？啊，我们那时候从我们另外一个鱼塘搬过来的那些母鱼呀、啊，它都下崽了，你看全部是那种小崽崽的小鱼呀、啊。那个时候我还掏钱去买嘞，这里那么多，捡回去。你看，这全是。哇！你看这里，这水里面，这全是，你看。哇，那里还多啊！你看，很多小鲤鱼跟那个。我们那个时候还去买嘛，是不是啊？现在那么多。那个半花鱼。嗯。小半花鱼。应该拿个网来装的，手不好抓。有个小网的装啊，全是小鱼，全部漏完了，我都怀疑那个鱼田里面还有没有鱼哦，死的死的。天哪，这里面全是我们的小鱼仔，来，哇塞，那个是我们去花几百块钱买的，没有那么多鱼苗。嗯，哇塞，你看。来，拜拜！你看那在动呢，死完了。这里全都是哎，你看，全是鱼，先抓，能抓几条是几条呀、啊？死了！哎，这里搞，这里还有一些是活的，先倒进鱼塘先了。你看这些也死掉了。先倒，我上面都是，哎，这里还有。从这上来。我倒，我跟你说，
这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啊，几百条，几百条小鱼子。这个水太深了，我捞不出来，水太深了捞不出来，随便摸咬呢，全是，要拿个漏网来没咬。先捡这些先。满地都是鱼。那死了吧？没死啊，我怕它动啊，动了一点，不动了不要了。嗯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鱼子。嗯，全部小鲤鱼。嗯，就是倒发鱼，我们放稻田里面倒发鱼，哇，真的，那时候拿过来繁殖，真的要几千条啊。嗯。这也养不了那么多。嗯。这个是半花鱼呢，我们在河里面钓的那个鱼。嗯，就做我们国应该。西瓜还拉满灯呢，你看这个，哇，那小棒花鱼，小鲤鱼，你看，哇，还有一些都还，哎，可以吃了，我跟你说，那么大一条，都流出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一堆一堆，哇，几千几万条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些活的，我再捡回去。啊，上面。这里还有一些活的。这里我看到我能捡，我又忍不住，我跟你说，嗯，太多了，哇，太可惜了，真的好可惜。你看这些都可以吃了的。哎呀，这小鲤鱼、放好鱼，哎呦，一堆一堆。但是我们田里面应该还有几千几万条的，我们鱼塘也养不了那么多。看这里，哦。哦，哎，这个还活着。这一场大雨真的太大了，路上全部都是，每条路上都是，全是小鱼。这条有点大哎。那个小草鱼。草鱼都流出来了，那下面还有。有啊，有很多人到河里面了，到河里也死不了，现在在路上就全部死了。嗯，走吧。就那十多万，这场天灾呀、损失不小，鱼苗全部死光了，我目测不到几万条那种啊，成片成片的死，我只是捡了一点回去，还有一些，现在雨太大了，我身上都湿完了，然后换好衣服再来再回去捡一点进去，还有一些到河里了，有一些到河里面都没事，到河里面它能活，等到那个水呀、这个水位低了。那鱼长大了，我们又来钓鱼。鱼塘里不还有没有？我就是怕鱼塘里面没有鱼了。应该还有。再多捡一点回去。应该还有。看一看一个水沟里面，我要拿个网来，因为那水还有点深嘛。我回家拿个抄网来捞。